怎么感觉有点小卡？这要是有树，这个前锋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没树。哎，这帮鸟给力！让你弹机子。把佣兵摸好，然后把它卖了。三包兵。
搁这边刷屁股也没用啊。现在倒还有点用。刷屁股只有皮局啊，得赢。如果那个火打中了，直接找先知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赢不赢不一定呢，指不准等会儿放雕像白给了。我看那个先知，我的先知，妈这么远。远也得追呀。妈输了，不然他先就死了。啊，两台够了。二姐夹不到人喽。这也能晕，牛！
这把雕像是白给，妈拉距离拉的太狠了，妈下次带传送嘛，这闪现没什么卵用。 好像打不出来呀。 打屁！<笑>
那还蹲个佣兵，让他交货币吧。不是佣兵就是前锋呗。
Yeah.
Hmm.
Ugh.
Yeah.
是国王吗？ 排版都不动了。 他奶奶的，我摸了你，你就不摸我了？
盲女好混呐、啊，盲女，你以为我在修机子，实际上我在玩手机。反正修机子又不需要看屏幕，是不是按个空格就行了？完美，国王已飞。那队友自己修，让他自己溜去。他玩个佣兵，玩个盲女，谁保得住他、哦？红夫人不是说挺牛逼的吗？那是把不当一个糖狗。前锋，那有病吧？这前锋，那跟着我混钱呢？
这玩盲女还出不了几个 QTE， 绝了！ 老混子呢？ 还能再修，再修个大印章出来。算了，不修了，搞选举。 一波反走，搓个枪。 闪现个杀前锋，来点钱。
怎么满血了？ 随便打嘛，拿96。
差点阴间护臂了，只要胆子大。 把你俩弄死！
这么快就勾走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信号给你了啊，费不费就看你自己了，反正我玩手机，杀不杀国王就看你自己。 直接给骑士了。
这是捏着4000块钱都不用的吗？留着娶媳妇儿，这是。你买个恢复剂，买个强力剂，这么又没死一万次。九个大你让出来吧，终于用了，那给错人了。可以买酒给我喝，完美。这一波完美好吗？买酒给盲女喝，喝了再说啊。谁说盲女不能喝酒的？奶奶的，摸都不摸。你怕什么？我盲女难道要？要盲杖敲死你吗？一个盲女在旁边还是不敢签，我服了。
买个加速器够他用了，买个加速器都能把这个佣兵马上给锤了。现在发现盲女是真好混，妈开局一直在修机子，赚了不少钱。我怎么勾不走啊？下个机子坐会儿啊，又不急。对面打心脏。好小子，怪不得会输哦，这周叔是内鬼哦。一个大心脏的机会，三二，活该驾崩。这边其实也是的，拿了一笔钱买了一堆东西，半天没见到佣兵上椅子，我服了，天知道买了干啥去了。